将凯旋。两级敢这么跳，上去打一套。残狼，斩杀线到了，可以找机会强杀。先 A Q 小兵叠 G 飞 Q， 再 A 一下出 G 飞 Q， 然后右上一条飞 G W 击平 A， 烫死了。我们也残血了，不知道剑圣会不会来抓我。赶紧 A 小兵回血，来了，假装没发现他。A 小兵回血，一上一头，跳飞 G W， 红 buff 到手。这阿卡丽为了卡兵线，掉了五分之一的血，能不能一套直接打死他呢？难度好像有一点点大，他还有烟雾弹，但是你不走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再一枪，不闪可能就死了。又残血了，吃下塔皮吧。不知道剑圣看到一个残血有红 buff 的赵信，他会不会来找我？我们赶紧 A 小兵回血，我的血越来越多。剑圣再不来，我血就回满了。来了，血已经回到差不多一半了，可以打得过。跳飞 GW 接平 A， 新鲜的双 buff 不断。这得感谢剑圣啊！阿卡丽来了，他想杀我，不过他追不上。我们身上有红 buff， 还有吸血鬼结账，我感觉可以不用回城了。就算不让我吃小兵，我利用红 buff 回血都能回上来。吾王之命。但是他不可能让我一辈子不吃兵吧？大不了补刀，他拿我没办法。能不能让我上去 A 小兵啊 ？A 小兵回血很快，被动加吸血鬼结账。他给我 A 小兵，那可以。血量回到一半就健康状态，就不需阿卡丽了。这边打起来了，赶紧过来。剑圣还想吃河蟹吗？有点贪。可以，300块钱。再来得血啊！我血回上来了，阿卡丽不敢打我了。他没有大招，单杀能力很弱。我们要趁他没大之前，压着他打。但是我一靠近他就往后退，根本不给我E的机会。他想补刀 ，W 空了。这E上来一套伤害还行，残血了。他会不会想杀我？一个大。哇，差点死！回城出装备吧，出了装备就随便打他了。装备领先，这边就烟雾弹。他半血了，剑圣来了。有点难搞，我没大招，大招好慢了。他现在缩在塔下，我俩都是满血，我杀不了他，他杀不了我。我杀不了他是因为塔爹在，他杀不了我是因为打不过我。亏了，硬顶着塔一波耗血 ，W 被他躲了，有点危险。怎么感觉打不过他呢？感觉赵信的 W 很容易被躲啊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回复能力很强，不怕他。这边也去打起来了，可以去支援一下。阿卡丽没有功夫过来的，他要补塔刀，单杀皇子，给他报仇。AQW， 哇，这剑圣有点小猛啊，这都差点反杀我，把这个石头打了，能回点血。铁男来了，注意躲他技能。好，躲 Q， 闪现躲 E，A， 跳飞机 W， 极品 A， 真刺激啊！没事，回家抽下装备。这剑圣挺猛的，单杀剑魔。看他这个动向，应该是来打虫子，我们蹲他一下。半血没 Q 的剑圣，随便杀他，没闪就是死。铁男也来了，铜铁男，他应该没大招吧？对我用过了，没大招他就是给我送，再把这个虫子吃了。塔皮掉了一层板，把这小兵补了吧。有炮车的兵，吃着毒舒服。这边剑圣。他打完蛤蟆了，山狼不知道有没有打完。我们把这波兵吃了，
可以就也去找他一下。他吃完上狼回来吃六级的，我们去六级找他。他过来吃冰了，那就在六级蹲他，看他会不会过来吃鸡。即将开学，他只要过来吃鸡，我们就可以同时啊。应该会吃鸡啊，上狼蛤蟆都打了，不吃鸡吃什么 ？Q 用了，赶紧捅他。怎么感觉捅他不掉血呢？点蓝烫死了，再回到线上去对线吧。哇，这剑圣说实话有点……这阿卡丽看到我得跑吧？他推兵线，吃完兵线跑了，那没办法。吃完这波兵，回家更新装备吧。阿卡丽现在不敢跟我打架了，看到我就怂，跟他和平补刀是不可能的。得找机会捅他呀，把兵线推过去强杀他，有没有可能强杀满血阿卡丽？有死无生，先找机会 W 破骸骨，骸骨都成破了就可以找机会强，先耗波血吧，满血强杀有点危险。他斩杀线出来了，但我 W 空了。西亚人从不退缩。哎，我还以为他敢过来呢，没想到不敢过来。 A 兵回血吧，等大招好，然后叠击飞 Q， 叠击飞 Q 可以强杀他。哦，他队友来了，两个三个四个，四个人欺负我一个，不讲武德，复活就来下路爆出血恨，见面就是头挑飞。露露在旁边很烦哎，叶战去，维恩死了，剩下一个露露，青钢影想强杀他，但是我没有技能啊。E 好了，但 WQ 没好，技能好了 ，EQ 贪欲300块，再回到巴塔吃了，还有这波炮车兵，很舒服呀，这波在下路最少吃了2000块钱，破败黑切出来，现在单挑是无敌的。铁男有大刀，铁男还是有点猛，刺激，差点被单杀。大后期开始打团，老鼠贴脸开团，怎么都不打我呀，俩助攻。我阿卡丽他有烟雾弹，铁男打我，我好像打不过他，没有点了，没有大招，凭什么打得过？跑一下，虽然我死了，但对面基地爆炸了，